各位弟兄姊妹早安，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当中，来参加今天的敬拜赞美。我们真的是愿神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居首位掌王权。我们也请弟兄姊妹我们一同起立来欢迎圣灵在我们的中间，我们来拍手好吗？哈利路亚。我的神的宣告，我们从头来，信心，哈利路亚，信心看见流奶与蜜之地，信心跟随云主火主带领，甩开无形之宣告你的话语，在敌人面前得胜又得胜。
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在这个荣耀的主日，让我们欢迎我们荣耀君王的降临，让主耶稣在我们的中间。弟兄姐妹们，请大大张口，你将会被大大充满。让我们一起赞美我们的神。
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继续赞美我们的神，让我们以崇敬的心来仰望我们的神，荣耀我们在宝座上的神羔羊。弟兄请。
们的神创造天地，统管万有，他配得你我来敬拜。今天早晨我们当站立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是恩典，因为你我本不配站在主的面前，但是神将我们救拔，将我们拯救，让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来敬拜他，来颂扬他，巴不得我们的敬拜达到天庭，让神的心得到满足。因为每一位弟兄姐妹来祷告，来到这里不只是唱唱歌，不只是听听道，而是和主有一个神圣的约会。阿门。今天早晨我也想到很多弟兄姐妹在这个夏季要结束的时候，他们出外旅行，全家一起欢乐的时候，你的恩典也一个不漏地临到他们身上，你的宝血也厚厚遮盖，让今天早晨成为一个得胜的早晨，成为一个翻转的早晨，成为一个重新得力的早晨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